详细的去了解的，来 Cubo 一好不好？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去啊。我再和大家讲一下，我呢是来自广西啊，来自广西的老表啊，来自广西的老表。我呢过两天想打算到那个老挝啊，打算到老挝，所以说现在带着大家来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被誉为姑娘寨的一些民俗民风，好吧？还有啊，就是说我在的这个位置大深山啊，信号随时会被卡断啊，信号随时会被卡断，所以说你们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不要到时候啊，不要到时候啊，你们想过来的时候找不到人啊，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卡住了？怎么屏幕都没有？是不是卡住了？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卡？有没有卡？啊，试的时候要多少米，是不是？等一下啊，我会让啊这个寨主啊，也是广西人，给大家仔细的去讲，好不好？啊，所以说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不卡是不是？阿妹，哎，阿妹你好，你好谁啊？啊，我是广西老表，还记得我吗？哦，经过吧，经过是吧？阿妹，我刚刚来到这里啊，就是说刚刚从组长家，是的，刚刚从组长家上来，然后这样，我带了一些朋友啊，就说你能不能，不能随便带人进来的这里。哦，不是，是我手机上面的朋友啊，手机里面的朋友。怎么啦？有事吗？就是说我过来这边，就是说首先是我过来，就是说来组长家来玩，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想带着我朋友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些啊，就说七天和小阿妹怎么去试的一些要求，好吧？能不能来出来分享一下？然后顺便带着我到上面就是小阿妹试的那个茅棚里面去看看。我昨天晚上守他们守到天亮啊，睡一下。哦，昨天守他们守得很晚，是不是？干嘛要守着他们？我想说，这是规矩嘛，你进来坐一下。哦，规矩是不是？那阿妹我们就不进去了，然后你出来，带着我们去。在前面。哦，好，带着我们去看一下阿妹室的那个小茅屋，好不好？嗯。来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没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我是来自广西的广西的老表啊，我在的这个位置是中老边境啊，中老边境啊，这个被誉为姑娘寨啊，被誉为姑娘寨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啊，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呢就是说长大成年之后，年满18周岁的小女孩就会离开他们的爸爸妈妈，居住在这样的茅棚里面，等待心仪小哥哥过来试那个婚婚的一个地方啊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所以说你们没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哪一天你们想过来的人可以私信我，好吧？阿妹你好。我们就先不去做了，然后你带着我直播间的朋友到那个阿妹室的那个屋子里面去看一下，好不好？要到那个后备箱。要到后备箱是不是？阿妹，好久没见你了，你有没有试过了？没试，我也是没试的。哦，你还没试过是不是？做寨主的时候都不能试。哦，做寨主就不能试。对。哦。对，带着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想不想到后背山去看一下的？直播间的朋友想去的来扣波一，好吧？想到后背山去看阿妹的来扣波一，好吧？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去。你来了多久了？我从组长家出来差不多快2个小时了。你开车啊？没有，那个路上不来，路太烂了。我的那个车子太小，上不来。来多久？快2个小时。我的天，那么久吗？对。来，想去的扣波一，好不好？你也太慢了吧，走那么久。啊，对，我平时都不怎么走路的，平时我都是开车啊，平时都是开车的。晚上走一点。哦，还要走一点路是不是？啊，那我们慢慢的走。阿妹，那你现在还坐着那个寨主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你心仪的想过来试的话，你有就是说有些什么要求？帮你干农活。干农活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干农活的？有没有？会砍柴。有没有啊？有没有就是说想和阿妹试一下的？有没有？啊，就是说会干活的啊，会放牛放羊的啊，就也看上阿妹的啊，想试一下的，来扣波一我看一下有没有。最主要的是人品得好。哦，最主要是人品要好，是不是？
那阿妹，我觉得我人品也挺好呀，你觉得可不可以和你试呢？像你的话太瘦了。太瘦了。我的话要倒插门。哦，要倒插门。力气要大。哦，有没有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达到阿妹说的这种啊，就是说力气大还要倒插门的，有没有？哦，这里有会干农活的啊。阿妹，那如果说这边有适合你的那你觉得年龄的话就是说能接受啊、能接受多大的是不是？就是说不要超50吗？不要超50岁都可以是不是？来，直播间的朋友把你们的年龄打出来好不好？阿妹说了就是说如果说想来试的，只要说年龄不超过50的都可以，你们把你们的年龄都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把年龄打在公屏上给我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那个60岁大哥嘛，安徽的那个大哥，他爹48，他妈45，他老婆30嘛，现在人家在中越兵进步团。哇，他老婆30，他的老岳父老岳母还比他年龄还小是不是？他爹48嘛。哦，他爹48。他妈45。哇，我不会干农活。不会干农活是吧？那有没有会干农活的？有没有？哦，那边过去就到老窝了是不是？山顶上去吗？全部都是老窝嘛。哦，我改天打算到那边去玩一下。阿妹，今天里面有没有人在试呢？有，里面有人在试。哦，里面已经有人试了是不是？贵州的。那离我们也不远啊。哦。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广西老表好吧，我是广西老表我在的这个位置中老兵舰好吧。就在前面吗？哦，就在前面。哎，那个好像厕所嘛。那个呀。哦，这个我一路上来看到很多个呀，这种茅棚。对，有很多的。哦，有很多是不是？要门口要挂东西才证明里面有人，门口没挂东西就是没有人。哦，门口挂了东西有人，没挂就是没人是不是？哦，那阿妹，如果说来这里就说来试的话是要试7天是不是？对，他们要在里面吃，要在里面住7天，但是这7天呢他们不能讲话的，还有小阿妹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去做。哦，小阿妹不愿意的事不能去做是不是？待会你回去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棚子，你不能去把门掀开，听到没有？哦，不能去掀开的哈。不能到里面去看，是不是？不能到里面去看。还有，只要门口挂了这个东西，证明里面有人，没挂就是没人。哦，就是挂了这个灯是不是？就是里面已经有人了，是不是？只要挂这个灯，就证明有人；没挂的，就是证明没有人嘛。我50岁了，都想去试试，是吧？这个。邓夏这个朋友可以，你可以关注我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我，好吧？可以私信我。要不要看一下？不能看。哦，好的，谢谢。我是债主嘛，所以说我能看嘛。哦，债主可以看是不是？送饭要给他们送水，晚上我就守。好的可以关注我关注我。我就守在这里的嘛。哦，晚上你就坐在这里守吗？那不用守嘛，他们两个人待在里面应该挺安全的，对不对？不行，因为他们不愿意的事情，小阿妹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做。哦，不愿意的事不能去做，是不是？我得守着嘛。哦，你要守着。嗯。那阿妹，我问一下，如果说来这里试成功了，那需要这个彩礼礼多少？那个的话就要多啦。要的多，你不要吓我啊。要的很多一些。很多一些是多少？哦，还有一个老母猪，10只鸡10只鸭一个老母猪，还有我们这里的婚庆的衣服呀鞋子呀那些嘛。哦，邓夏这个朋友我已经在问了是不是？还有现在你们有钱的老板给一个 W 两个 W 的有了，一个 W 两个 W 这也不算很多嘛。够了够了是不是？你家表弟多一些，你家表弟3个 W。
哦，我表弟答应给你们三个 W 是不是？我觉得给的有点少嘛，像我们那边的话，最低的话也要八个 W 起步的。够了。哇，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听一下啊，一两个 W 就已经很满足了，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实在？这里的阿妹是不是很实在？来，直播间的朋友，把你们当地的那个彩彩里里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你们当地的是多少？啊，像我们当地的话，最低也要八个万起步的。你们当地的是多少？能不能打在公屏上？那阿妹，我问一下，就是说，十只鸡、十只鸭、一只老母猪，这个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哦，十全十美是不是？我就说嘛，一个老母猪就是代表一心一意。哦，一个老母猪代表一心一意。有钱的大老板给一头牛。哦，还有给一头牛的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说，要不然的话也不怎么多嘛，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个确实太少了啊，太少了。多是不是？那阿妹，我问一下啊，就是说我那个蒋大哥啊，安徽广德老大哥那个，他过来，他60多岁了，就是过来的时候来这边试啊，有没有就是说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成功啊。刚开始也没成功，是不是？为什么？被嫌弃了嘛。被嫌弃了。老婆也不要他了，就是妻离子散的时候不来，而且没有钱，学生上下就有10000块钱过来的时候嘛，然后他人品特别好，所以说我就去帮助他，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被嫌弃了。哦，刚开始被嫌弃了，是谁嫌弃他呢？那我家小妹就是现在他老婆嫌弃嘛。哦，就是枕边人嫌弃他，对不对？嫌弃他嘛，这个那个嫌弃嘛，哎呀。哦，嫌弃了，那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会被嫌弃耶，有没？那你找我就对了呀。找你就对了。他也是被嫌弃嘛，后来是我帮助的他。哦，后面是有人是你帮助他，是不是？帮助他，包括你表弟也是一样哈。刚开始的时候没嫌弃，后来被嫌弃了。哦，后面被嫌弃了。哦，后来我问他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被嫌弃？他说他在那里进厂嘛，上班嘛，对对对，十多个小时累嘛。啊，对，我们那边确实就是到厂里面去打工的。所以就累嘛，就被嫌弃了嘛。这个那个嘛，被嫌弃也是我帮助他的。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像我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也嫌弃我啊，也可以帮助，是不是？那挺好的，那挺好的。人家60岁老大哥现在也精神得很啊。嗯，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和我一样，和那个安徽老大哥一样，就是说，年龄大了嘛，对不对？啊，年龄大了，有的时候被枕边人嫌弃的，有没有？压力大嘛。工作压力也大，是不是？也大嘛。然后年龄大嘛，走下坡路被嫌弃嘛，是不是？哦，走下坡路就被嫌弃了啊。被嫌弃，10有9个都被嫌弃的，只是他们不想说实话啊。哦，就说您人那个年龄大了嘛，对不对？好的。哦，哇，好大的狗！别吵了，跟我家阿妹去放牛回来了，它会咬的的。嗯，你要看好一点啊。这个狗太大了啊！被嫌弃的很多。那阿妹，我问一下，就是说，那来这里试在这个茅棚里面试成功了之后，能不能也像我表弟的一样，带着我们到我们那边去生活，可不可以啊？现在可以问价呀。哦，意思是，像这种居住在这里的就可以带着回去，是不是？2019年之前不行，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嘛，没法。哦，就是居住在这里。但是倒插门的屋子嘛就不一样了。倒插门的屋子。像我一样就是倒插门嘛。哦。倒插门嘛，所以说。
那有什么区别？我想说这个屋子。这个嘛，外嫁姑娘里面就有一个打地铺的嘛。哦，就只有一个打地铺。打地铺，嗯。然后嘛，就是说倒插门的，里面会有床啊，有被子啊那些嘛。嗯，倒插门的有床有被子。做饭嘛。哦。那个老大哥，60多岁的老大哥啊、也就是住那种房子了，是不是？对，倒插门的屋子嘛，下面那种嘛。那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想不想到那个倒插门的屋子里面去看一下的？想不想去看？就是去看一下倒插门的屋子，还有就是说这个外嫁姑娘的屋子，它是有不同的啊，有不同，就是说你们想不想到那里去看一下的？想去看的来打波响字好吧，或者是扣波一好吧，想去看倒插门屋子的来扣一，扣把小一扣起来好吧，我们去看一下。我现在和大家再讲一下啊，我呢是来自广西老表啊，来自广西老表，本来是想打算啊，就是说过两天要到翻过那个大山啊，翻过大山想到那个老挝那边去玩一下啊，现在呢就带着你们来这个古村阿妹寨里面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习惯好吧。想去的你也是广西的是不是？好的我是广西南宁的来，那想去的来扣波一好吧，想去看倒插门屋子的来扣一好吧，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因为在大深山信号随时会被卡掉啊，信号会随时会被卡掉，到时候你哪一天想过来的时候又找不到人啊，又到时候又怕你们找不到人好吧。哎，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没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因为信号是的，信号不太好啊，是不是有点卡？是不是有点卡？倒插门不干啊，那你也可以来带着他们走的，是不是？也可以带走的啊，云南啊，云南中老兵舰啊，云南中老兵舰。来，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卡住了？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谢谢啊，这个朋友送出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可以送一下这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送一走啊，走一走，好吧？那我们就阿妹，现在带我们到你们的倒插门的屋子去看一下，好吧？倒插门的屋子哈。嗯。走嘛，然后顺便去给你做点饭吃吧。谢谢啊！饭就不用做了，那个组长说让我到他们家里面去吃。对，早上也给我炖了个土鸡下午他说还要再继续再拿那个什么土特产给我炖着吃。来，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没关注我的记得要关注好吧，不要到时候你们想找我又找不到人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阿妹，那这个老大哥他过来你说刚开始也是不成功是不是？也没成功，刚开始的时候没成功嘛。那挺嫌弃的对不对？他的就是嫌弃了吗？就哎呀我的天，这个那个被嫌弃嘛，整边人嫌弃他了。哦，整边人不想要他了是不是？对啊。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他呢？我后来嘛，就是我就淡淡的忧伤了嘛，他淡淡的忧伤被嫌弃了嘛。哦，淡淡忧伤了是不是？淡淡忧伤被嫌弃吗？我就去宰了一个小土鸡给他拌了点，哦，就是用了之后就不嫌弃了。哎呀，这个大狗应该不会咬我吧？只要你进来了不会咬了，如果是来门口那里它会咬人啊。哦，刚进来时候会咬是不是？那阿妹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老大哥老大哥他过来这边是给了成功了之后给了多少那个彩彩礼礼？哦，意思是倒插门就不用给财那个彩彩礼礼了是不是？倒插门他老岳父给他陪嫁了很多茶叶地的。哦，还给了他很多茶叶地，哇，难怪他，我就说他现在做茶叶做得很好啊。所以说现在他在这里做茶叶吗？哦，原来是这样啊。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人和那个老大哥一样还有我一样，就是说偶尔会被整兵人嫌弃的，有没有？过来的都被嫌弃过吗？哇，这里难怪啊，女多男少啊，女多男少。19年过来到现在，基
个人都被嫌弃，就有那么一个两个没被嫌弃的。哇，那也太少了啊。因为你们那边我听说啊，一进产就是8到10几个小时，是不是？嗯，对。一进产就熬夜了嘛。嗯。所以蛋蛋就忧伤吗？就被嫌弃了。哦，直播间的朋友啊，是的，倒插门不用给礼啊，不用给那个礼啊，彩彩礼礼啊。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就是说感觉自己啊，就是说和我一样，或者是和那个60多岁老大哥一样，就是说会被嫌弃的这种，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不要觉得害羞，好吧？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来，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啊，没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不要到时候哪一天啊，我现在怎么去给你发呀，这个朋友我都说了，这个只能私信，好吧？还是有是吧？还有没有啊，就是说和我一样啊，偶尔啊会被枕边人嫌弃啊，淡淡忧伤啊，淡淡忧伤的这种朋友有没有？不要说被枕边人嫌弃，自己都嫌弃自己，对吧？那倒也是啊，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啊，在那个开开心心的时候，哎，突然发动机熄火了啊，对不对啊？确实有点啊，嫌弃自己啊，嫌弃自己。进来嘛。我就不进去了，好不好，阿妹？等一下。哇，这些都是土特产，是不是？的当地的土特产。这个就是60多岁大哥炖小土鸡的吧？你们那边没有？你们叫什么？你们那边没有的。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的？因为这个东西要在东南亚，这个好像是早上那个组长就给我泡水喝了嘛，这个东西茶炖鸡嘛。嗯，确实啊，这个的了吗？进来嘛，你进来坐一下。来，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要不要到阿妹的房那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的？要不要？要的啊，要的扣一，好不好？要的扣一，好不好？因为这里啊，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们家的姊妹也没在啊，我一个人呢也确实啊也不太敢进去啊，你们觉得要不要进去？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记住啊，谢谢啊，谢谢。靠你这个哥哥，你就开心了，太客气了，这个，太客气。你不会被嫌弃了。哦，喝了这个就。来，我送给你两斤。啊，不用送啊，不用送，阿妹。来，坐一下，进来。来，你们觉得要进去的扣一，好不好？啊，到时候你们要给我作证，好不好？就是说我到里面啊，什么事都没干，好不好？你们要一定要给我啊，给我作证，好不好？喝了厉害啊！都你坐一下。我饭就不用做了，好吧？到时候你们做，做你们自己吃的。你从这里走下去要走2个小时的。那也没关系嘛，因为太棒了。不是因为组长他早早就是说啊，让我来看一下，来玩一下这，他们要给我那个就是，给我做点好吃的，这样跟我讲。因为我觉得组长那个人也挺不错啊，都是些老古董了啊。那个是茶叶嘛，盖的那个。哦，还有茶叶是不是？这边古树茶叶嘛，老挝过来的。老挝过来的古树茶是不是？嗯，对。哦。坐一下嘛。哇，你们有没有看到？平时我们就拿这些到街子去卖嘛，你们那边的老板也过来收的。平时就是也有人过来收，是不是？过来收啊，重庆的。那平时阿妹像你们平时一些生活，就是说靠什么为生？就找土特产嘛，那还有那个茶叶嘛。老挝，我去老挝拿茶叶嘛，就拿来放在这里，你们那边老板过来收。还有外面这些土特产拿到街子去卖嘛。哦，把土特产拿到街子上面去卖，是不是？重庆老板过来收的。哦，那像他们平时过来收的话是，多少米呢？几十块一斤啊。哇，那么便宜吗？我想说没办法，我们没拿到哪里去卖，我们不知道拿到什么地方去卖啊。哇，那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人就是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是说出现淡淡的忧伤啊，淡淡的忧伤，然后就是说被枕边人嫌弃的这种朋友有没有？阿妹，像刚刚那个可不可以给我留两斤？因为我啊，送的话就不要，好吧？你也被嫌弃了吗？有的时候啊，你不要笑哈，确实有的时候啊，也会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压力大了啊，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有心无力啊，对。不会笑你的，
2019年，你们那边的人过来我这里河南、浙江、重庆、安徽、贵州很多，广西还有你们广西的都被嫌弃嘛。哦，都被嫌弃，用了就不嫌弃了，是不是？不承认的，他们老是这样子的，不愿意承认啊。哦。后来嘛，我说没关系嘛，这个人之常情嘛，对不对？那阿妹你，待会送给你两斤。啊，送的话不能要，白送的不能要，因为你们也不容易的啊，是不是？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说阿妹说给我送两斤啊，我觉得不能要，你们觉得呢？对不对？觉得能要的扣一，不能要的扣二，好不好？有没有人觉得可以白要的？有没有？有没有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觉得我能不能白要这个阿妹的这个东西的？哎，怎么都没人说话？有没有？白要两斤可以的，哈哈，这个朋友。啊，我觉得我还是不要，不能白要，到时候多少我给你就行了。嗯，看来是明白人啊，不能白要啊。对，看来还都是正能量的，人家你要了人啊，要是的是的啊，对，我觉得啊，人应该付啊，对的是的，这个平平啊，对，确实要给啊。等一下喝点水。嗯，谢谢啊。直播间的朋友啊，你们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好吧？你们记得啊，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就是说哪一天你们如果说想过来这边啊，想过来这边阿妹在啊，想来了解啊，或者是来这边来试的啊，你们记得关注我，不要到时候啊，你们想找人又找不到人，对不对？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了，好吧？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啊。我呢是来自广西老表，哪一天你如果说你想过来看一下这个阿妹寨，你找广西老表的时候，对不对？你才能找得到我啊，才能找得到我啊。是的啊，不能白要啊。等一下私信，好吧？等我下播了啊，私信我，好吧？来定没有？啊，没有。直播间的朋友啊，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就是说和我一样淡淡忧伤被嫌弃过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就说淡淡的忧伤被嫌弃过的？等一下我就让阿妹给我搞两斤啊，让阿妹给我搞两斤这个啊，去回去用用啊。阿妹，向我问一下，那这个东西平时是怎么用呢？哦，泡茶泡水煲汤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嗯，那阿妹这样，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啊，确实很好啊。我就说，能不能帮你啊？就说今天有几斤？我问一下。就有那么几斤吗？就有几斤，是不是？来，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好不好？那你阿妹，你给我装两斤吧，给我装两斤，然后我等一下就带着走啊。啊，对，五点钟下去都天黑了。我也打算要走了，那你给我装两斤，好吧？那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啊，和大家聊到这，然后没关注我的记得关注一下，然后我就是把阿妹的这个东西带两斤，我就走了，好吧？两斤啊，一斤的话是88米啊。他说刚刚说是别人来收88米，好吧？那你给我找个袋子，然后我们啊就走了，好吧？啊，你要吗，这个朋友？啊，这个邓夏这个朋友，你可以关注我一下，好吧？可以关注我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啊，然后我带上两斤我就走了，然后我要到那个组长家去吃饭，然后没关注我的关注，好不好？然后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好，再见啊，我也要走了，阿妹，那我走了啊。那你就两斤拿着去哈。好吧，我带着就走啊，走了啊。